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4-788012-001-194-788，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珍惜每个悲欢，每次离合，每一天，珍惜每个钟声，每一份爱，每一天。世间万物永恒，一切无常难预料，世间无不散的宴席，终有一天会离去。人生多变幻，一切不存在，拥有的一切将会。九。石珠比丘白石尊严，此诸有情，云何得脱如是众苦？复于何时而得解脱，或于正性？我今思维，何能了达？又此有情于鬼渠中，日夜常时受饥渴，寒热忧苦，伸手干枯，痴暗迷覆无暂舍，愿佛演说利益未来。一，佛告比丘，此诸有情于过去世造诸恶业，不修福慧，坚度虚狂，烦恼炽盛，资重贪嗔不能复除，命中之后堕于地狱，受苦无量。二，从彼出矣，复堕恶鬼，众苦逼迫，饥渴产妇，于一切处时受苦，无救无医，思念饮食终无所得，悔恨嚎哭，念我何时当舍此苦。三，比丘，因知愚痴有情，烦恼缠缚，由恶三业，轮转三途，受如斯苦。四，比丘，当知若复有人尽是男女诸天模范破壁恶业，修习善法，爱乐真谛，审观自身，四大五蕴，苦空无常，亦如水泡，芭蕉、梦殿，皆系虚幻。是故，比丘，于诸善法修令增长，与一切恶对峙不起。是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老病死苦缠绕有情，不舍离，譬如鱼路网见缠缚，
一府读诗。十一，复次比丘，贪爱如毒，嗔愤似火，虚妄谄狂，迷覆静心，自然烦恼相随逐，令不出离。若复有人贪求财物，妄行虚狂，养活生命，妄执缠缚，轮转诸有，如鱼吞钩，因贪所起，如焰中水，从爱心生。十二，世尊告诸比丘，若复有人起谤不信，损坏三宝、花卉、果实，或亦活命。以此因缘堕于恶趣，夜神缠缚，随逐不舍，而无一护，亦非救济，轮转如是，三恶往来，恒不舍离。十三，从彼出矣，复堕恶鬼，饥渴所逼，增长众苦，口吐火焰，如山相续而无间断。涉降大雨遍一切处，此恶业火终不能灭。比丘，因之若复有人修习施，戒乃至智慧，而能解脱种种众苦。十四，复次比丘，恶业为因，招三途果，有情迷执不能复处，分别具身烦恼128时。十五，复次比丘，四谛四智乃有16，即二见道，修四念处，八正道之，五根五力，解脱暴恶，远离焚烧。十六，复次比丘，最上二谛，智因修习，即三念住，远离众魔及诸恶鬼，饥渴困苦，增长百把。慈航菩萨法语精选，慈航法师简介。一，慈航法师福建省建宁县人，6岁开蒙，读私塾7年，14岁学裁缝，18岁出家，立自中和尚为师。凡遇事皆逆来顺受，虽造就了他40年来有无变随缘现，心空即地归之修养。二，慈航法师外貌相似传中的布袋和尚，身着南传袈裟，此乃法师一贯所现之罗汉像。然而法师圆寂后的成就却明确告诉世人，
舍是一位肉身菩萨，即所谓外显声闻相，内密菩萨行。三，慈航法师的生活观。我的物质生活是随缘，好坏不拘，有福也享，有苦也受。我的工作生活是一张嘴巴和一双手，终日教书和写作，而权力是不拿薪俸，义务倒是忙个不休。想成佛吗？无所谓，想生极乐世界吧，也不见得，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因此他强调教育文化慈善为佛教的三个救命圈。四，慈航法师于世纪前立有实训与遗训，教戒诸众。一，清净饮食；二，衣服两半；三，精研三藏；四，延迟境界。五，常念佛号；六，勤行礼拜；七，念众生苦；八，发菩提心；九，济物众生；十，志愿成佛。五，慈航法师遗训。一，奉劝一切徒众时时反省为要。二，每日动念行为检点功过多少。三，只要自觉心安，东西南北都好。四，如有一人未度，切莫自己逃了。五，法性本来空寂，因果丝毫不少。六，自作还是自受，谁也替你不了。七，空花水月道场，处处时时见好。八，望而广结佛缘，自度度他已早。偈曰：空手而来，空手而去，来来去去，永无休歇。六，纵观慈航法师的僧伽生涯，除了了脱生死以自度外，更注重弘法利身以度人。无论是修持、得养、学横等，具足了人天师范之楷模。法语摘录。我们要学佛，就是学佛的智慧，学佛伟大的人格，但常会有种种逆缘障碍阻止我们。这种逆缘有八种，也可以说是八难。一，人生难得；二，中国难生；三，
六根难具，四佛法难闻，五名师难遇。六道场难逢，七良友难及，八信心难生。有此八种难，如是使我们长流轮回，无有出奇。二，五戒十善是做人的根本，今生有幸得人身，但来生仍能得人身吗？那就要看今生所做之事是否合乎来世还可做人的标准。三，做人以什么为标准呢？是以严持戒律为标准。若能持戒严谨，来生人生定可得到，否则难有把握。四，所以来生是否可以为人与否，此事不必问他人，只要问自己有无破戒，就可以知道了。故我们学佛的人必须先明戒律。一，须将戒相逐条读熟。二，须研究其治理。三，需要实行持戒。若犯了戒，便同犯了佛法一样。学佛的人，这点是最要注意的。四，但你们犯戒我不知道，我犯戒你们也不知道，这只可以骗人，但不能骗自己的良心。若真犯戒，要堕落三途受苦。五，五戒是常识之戒，但道行一发，心难守。五戒要毕生持的，若受戒不持而犯，勿说欲成罗汉，就是做人也难。五，若守得戒，来世不落地狱，可得人身，这我可以保证。至于来生有饭吃否，那我就不知道，但我可以保证你来生做人。一，世间上没有衣食住的人很多，没有父母兄弟和有口无鼻有手无足者亦很多。若要做个完整的人，就要手持五戒。因为五戒是保持人生不虚的方法，而十善是保持衣食不缺的方法。三持五戒可得人身，衣食难保。
若兼行十善，勤修布施、忍辱等，来生不但可得人身，且具有衣食住的丰美。所以要勤修五戒、十善，才能完成我们做人的品格，达到成佛学佛的愿望。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1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、小鱼自1005年5月21日起至1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，疗愈课程、古洞花现场教学，韩丽红老师教授。日期8月5日星期六，时间下午2点，联络电话06-271-6616或06-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金腰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本课程需请来电报名，以便材料准备。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学讲座，日期8月6日星期日上午9点，传授八关斋戒暨蒙山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下午2点佛学讲座，讲题阿弥陀佛48大愿，恭请湛江法师主讲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、07-221-2323、07-282-0278、07-282-0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
在《维摩诘经详集佛品》中说，上方界分过42恒河沙佛土，有国名众香，佛号香积。香指离秽，宣散芬芳，积是聚集之意，积聚功德。佛寺中的厨房常称为香积厨或香厨，其中的香是取香饭的意思。香饭一名典故来自《维摩诘经·香积佛品》中，一切十方皆遣化网，施作佛事，饶益众生。于是香积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，与化菩萨。这里的香饭不是我们一般所食米饭，而是香积佛三达三奇劫积行大悲所熏的净果。仁者可食如来甘露味饭，大悲所熏，吾以现意食之，食不消也。其诸菩萨身闻天人吃此饭者，深安快乐，譬如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。在香积佛的愿力成就中，众香国的香饭是无量福慧所成，可使罪垢脱落。为了维护色身所需，饮食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环，每日的心情大多也为了图得温饱。在细细调味斟酌的同时，若能以慈悲心入味，护戒不杀，则最平淡的饮食也有了最深刻的滋味，那是绵长不散的戒德馨香，能令远近芬芳，得护法常相左右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